脱下去。是。张罗总，这个工资不必行礼了，我受不起。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拿我当傻子蒙骗吗？若是我主动自愿，这怎会被囚在这儿？家主昨晚是否在你这里受了伤？是。你怎么敢？清心所迫，非我所愿。只求长公主能保全画师之人性命，念你一片孝心，画都管的性命我留不住了。我保持应有的谦卑，爱无声无味，白蔷薇得不到你的恩惠。你要记得快起来，不然我回来找你。身为世家之主，最怕的就是重私情，万不可为一人左右。我请你也替他想一想。好歹还活着比上一世好多。就这样我是刚搬过来的，初来乍到，往后的日子还需要你多多照顾。方荣忠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的卖身契，姑娘一早就连同这家铺子一起给了我。仲世元宴席，姑娘执意不愿带我，而我这个自由身的平民，自是不收钱。万一哪天他真的回来了，不到人在等他，他肯定会难过的。好好过你的日子，他不需要人疼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